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宝宝超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新竹县威山集团的这个早餐。好，那今天的早餐呢，我们吃的是红爷汉堡。好，我们今天免费的早餐是红爷汉堡。那这位呢，是我们的人资男神高许凯，他在付钱。OK，大哥你好，哎，你有好。哪些口味可以选？来，有那个香葱，三个香葱，然后有火腿蛋饼，三个香肠、火腿蛋饼。哎，还有那个起司鸡排堡，起司鸡排堡，哎，对，还有焗烤。焗烤，那你觉得哪个比较推荐？其实比较好吃，大部分是那个起司鸡排堡，不过那个香葱都不错，哦，因为香葱它带一点奶香味。了香解。葱素食的，哦，香葱素食的，不能吃哦。不行，哦，所以素食的，你起是司荤的。起司鸡下排次堡，可以参考看看，嘿，好好其好。实或是里脊堡，里脊堡也是招牌，它是里脊肉片下去做的。哦，哦，好，对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好，谢那谢谢谢谢谢谢大哥，谢谢各位朋友。他很爱录，搞第六对，各位朋友记得支持红爷汉堡，谢谢谢谢。OK，那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们想要有更多选择的话，记得要早点来上班。好，就像许凯一样，他很喜欢吃早餐，所以他就第一个来上班，他就可以选择要吃什么口味了。你啊，没有在啦，录开玩笑，吗？他要付钱啊，当然就是要早点上班。对哦。啊，对，好啦，就这样子，这个是我们今天幸福街微餐饮集团的这个夜会，好，晨会的早餐，拜拜。